玛丽黛家最新款的骑士小金管来咯。为什么叫骑士小金管？因为它就是用到的骑，就是英国的那种，就是骑士精神，对，女骑士那种骑士精神来做的一个口红。你看它的外观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个人像，是的，还有一个人像，有一个图腾，然后下面就是它的一个 logo。你们摸到它是一种凹凸不平的那种金闪的感觉，然后你就是这样一按，它就弹出来，然后拔开，你看它的口红膏体。它也在膏体上做了一点点的小心思，它的膏体的这一边涂抹面是很光的一个切面，然后它外面这一层它有点像 Pat 那种口红，就是纯哑光的丝绒哑光的质感。第一支我一定要给你推荐的是666，这就是它的颜色，666号色。你看我的嘴巴哟，我刚刚完全没有涂润唇膏，你看唇纹是什么东西，消失不见。哦，圈圈一下，这种质感只能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口红才能做出来，这种透明感。666全唇，很显肤色，而且很亮皮肤。666号色可以买。好，来下一支303号色，这支颜色不管你16岁还是60岁，你都可以用。这支我跟你说真的很漂亮，你哪怕跟你老公睡觉都可以涂的一支颜色。全唇一下给大家看啊，303，这支颜色真的是这支是好看的，爆炸的。我们来看305，305流浪诗，很好看，秋冬复古必用它。这种深色的衣服都穿，就是用这种颜色，很显文艺气质的感觉。小助理是会爆的颜色，322号色真的好减龄哦，哇哦，少女色来了，真的好鲜。你觉得我的嘴巴像不是嘴巴吗？你觉得我嘴巴像那种橡皮糖，就感觉一咬下去会有很软很软的，对，就是一咬下去会爆浆出来那种橡皮糖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全唇厚涂，我的上唇画的比较大了一点点啊，真的，他真的做到了，涂到嘴巴上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，真的是做到了你嘴巴干都想涂它的一支颜色。307是浆果色，307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支颜色307，你一定要给我把嘴唇里面涂深到死掉，外面是紫葡萄的感觉，里面是蛇果，这个真的欲罢不能，这支颜色会让男人欲罢不能，它很正点，而且正点到我跟你说，这支颜色不仅是让男人欲罢不能，让女生都会有一点点嫉妒。所以你是给大家总结一下，玛丽黛家最新款的骑士小金管口红，佳喜推荐的四支颜色，第一支303号色，人间蜜桃色，谁涂谁好看。第二支307号色，让你秒杀全场的颜色。第三支666号色，一支特别好看的水红调。第四支322号色，有一点点新鲜过度的颜色，就是322。所以想要买的美眉们赶快去抢。